亲抱拥，这是台湾人民关怀的内心了你，这是台湾人民演我心中妙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演我心中妙的声。各位维新圣教，龙天护法，神将，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庚子年。2月18，是本维新圣教承担天命，祈求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名扬两利，同关照。大法会的圆满前一天，在35天来，从来不敢间断，不敢有所疏忽，有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佛会大众，兵分两路，一路在地球上，在台湾各地，家中时时刻刻。大家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依法修行，恭送鬼谷仙出天德经，弘法利生。啊，另一路主坛的路，就是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天坛由幻贝学院袁松院长及夫人带领了所有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法师啊，在这里恭送鬼谷仙师天德经与药师经，然后最后一半时间呢，修行佛说大阿弥陀经，这个法院来供养名扬两界天恩煞神。另外一路就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的讲法师、讲师、准讲师啊，以及神职人员三部曲同心同德。啊，来依法修行，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一条路来修行，啊，并依照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
时代性因缘性的准与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们和会大众发露大慈大悲的心，以法会友啊，每天的香花果串，和的油灯，以金宝的光，何为宇宙虚空充满一片真气光明？这个也是在供养天恩煞神啊，所以在本维新圣教一条很重要的路，就是祈祷上天诸佛菩萨天人共转消灾化解法轮以外，啊，国家社会医疗人才、医疗人员、医护人员，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维护着众生的健康，在解冤释结。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来满瘟神啊，这个不满的心愿。所以在二月啊，农历二月以来，尤其在一月十三日恭逢台湾祖师圣诞升坛之后，就已经开示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努力诵经维古先师天德经，只有这一部经可以来解冤释结啊，来消灾化解480万部的功德天啊，来解冤释结。所以这段时间来，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们都不敢疏忽，不敢忽略啊，配合政府医事人员啊，医生护理人员啊，兵分明阳两界，出世间华，入世间华，入世间华，不分你我，这像当下这么大的灯火通明，光与光的相辉映，充满虚空法界的光明，所以人世间啊，阶段性的弘法立生在唤醒人的觉性，无论明阳两界的觉性都要觉醒，这个才是身为人诸天圣神活菩萨来到世间上所共同
要达到要修行的目的地地，目的地。在昨天啊，农历的2月17日啊，在中国武汉病源发祥地，有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啊，开始下乡视察，这个是证明天威给众生的安全感和信心。啊，在昨天、今天和明天，农历的2月19日，观世音菩萨的佛诞日，这天恩会归于平息，这是天意。但是早在36天前，王禅老祖传给我们唯心弟子和会大众们，要努力诵经，放弃私心，放弃政治的邪思邪念，本着天地无我啊的心，大家来依法修行，必定可以在2月19日观世音菩萨的佛诞日啊，这一次的天恩会归于平静啊。我除了感恩各位唯心贤士弟子同修和会大众们默默的修行和祈祷诵经，虽然明天会已平静下来，但是余殃未了啊，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啊，继续诵经，直至3月26日王禅老祖的圣诞日，水陆大灾法会啊，由佛教界高僧界的84位。啊，前来禅寂山千佛寺啊，一起来圆满超度名扬两界的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才是名扬两界两性的平等啊，对为则卦啊，对为则大地草木苏醒，那么大家就可以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啦啊。啊，我们很感恩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的和会大众们的努力诵经和护坛供养油灯香花果串，好，我们感恩，而且祈愿呢，
玉皇大帝大慈大悲，继续束缚明阳两界，印心绝明，同生净土彼岸呐、啊，以为本愿呐、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当下明阳两界，诸天圣神、活菩萨，我们以虔诚的心、感恩的心，恭祝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佛诞日，我们行三拜礼向外。一拜，再拜，三拜，啊，好，我们一心恭祝，啊，祈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赐福加持。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天下太平。今天啊、庚子年2月19日，是本维新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啊，护国习斋大法会，尤其天恩永续的大法会呢，圆满日，在庚子年的正月13日。黄山老祖慈悲开示，啊，为因应当下地球有天灾磨难、天瘟，必须要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啊，由维新圣教啊，所有的维新贤士、诵经法师、法师、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同心同德，在天坛这一块宝地深坛。啊，每天日夜万盏灯火光明来普照明阳两界众生的灵性，啊，并诵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药师经和活说大阿弥陀经，啊，经宝的真实义来供养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祈祷大慈大悲
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下嘴转师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天恩煞神，而解冤释结，而必须达到480万步，短短36天的时间，2月13到今天，农历的1月13到现在的农历2月19日，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来圆满，而且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们要与公众维古先师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交子，作为公像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祝寿供养献礼，然后仰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而本愿转师啊给啊所有天恩煞神解冤释结。我们大家都很努力，每天由维新贤士无论在家在公司在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是很诚心诚意的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尤其我们在禅寂山仙佛寺八卦啊，我们的祖师胡须士祖王禅老祖圣殿天坛也一起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圆宗禅师院长带领所有的法师诵经师以及讲师们配合禅寂山仙佛寺典礼组组长圆寮法师和所有的法神职人员同修，大家不分你我他，大家本着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一家亲的心境供养香花果串斋串等在天坛，并且供养油灯每天千万盏，奉请南天三十三天王，尤其第二十八天天王是为天的啊，天王啊光降来主坛转这个消灾化解的法轮啊。若是大家依照所开示的
天命，努力的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时候，在2月19日的今天，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整个的天温会平息下来。这么大的天命，风声鹤唳，地球60几亿的人民都在紧张，不知所措。唯有王禅老祖大慈大悲，镇守南天33天。而恭请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光降维新正教禅西山仙佛寺天坛，在这里受纳我们众生的祈祷。所以这整个的时间里，我们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们，你们虽然在家，但是玉皇大帝提供在也在各位的家中，而因应今年庚子年这个天运，所以才会在己亥年12月22日提供出巡，台湾平安或贵你啊！我们才了解到台湾平安是安怎，就是这一回天温劫难，在唤醒众生而觉醒。若是不觉醒，灾难还是继续会来。所以我们维新正教所有的维新贤士、和会大众都本着王禅老祖带领我们大家一心团结，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天命。所以这个疫情在开始，王禅老祖就开始，观世音菩萨也转述，玉皇大帝慈允，姚淑金母啊慈悲，而接受我们维新贤士和会大众的祈祷。在2月19的今天，现在天温永息，所以当下我们就先请黄辉龙组长每天的记录，尤其到昨天和今天的疫情报告，让各位了解到王禅老祖的天威、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天威、诸佛菩萨、玉皇大帝的慈悲天威。我们了解，大家继续努力修行。请师父好，院长好。那我来报告一下最近的这个到昨天的疫情啊。那中国大陆呢，已经从连续21天哈是的花确诊人数哈是在1000例以下哈，而且是连续5天哈是在100以下，所以它控制的相当好哈。在昨天只有发生了24例，
那24例里面呢，有几例是从外面再进口回来，是从外境再移回来的，所以他们是可能是有流通在外面的，在国外以外再流传回来的一个案例哦。那昨天呢，14家的昌光医院已经全部的关闭了。那基本上它的其他地区都是可以流通的，只是说进出要需要量体温。那在河北省呢，比较严重，就是说它目前还没有流通，但是他们预计下个礼拜一会全部开通，而希望他们能够开通。那在昨天全球的话，已经来到了11万1538例。那昨天呢，新增了4859例，在西方国家它是算比较严重的。那昨天比前天再新增了165例，那总共是，194的国家哈，55个地区，那已经有119个国家已经有这个疫情发生了，它是疫情相当的严重哈。那我们希望从今天以后哈，这个疫情能够受到这个控制。祝各位安利好，谢谢。启蒙的最佳，我们很高兴，也很感动啊。36天前，黄檀老祖的慈悲开示。若能依照所盛世来公众修行啊，就在2月19日，今天现在疫情会趋于平稳，趋于平稳，再加上众生的医学和行善，我相信会全部归于平静，我们在世间上就可以过了心安的日子。到现在来，我们的诵经布施还缺少70万左右啊！我希望在今天这几天内，我们继续努力啊，直至天恩永息，永远的安息下来，名扬两界，解冤释结啊！啊，佛年也对着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继续履行本愿。好，因为今天是佛年38年前的今天，在这世间上开始发生劫难，而得到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瑶池金母的慈悲啊，接引啊，与黄檀老祖天人合一的开始啊。回顾38年来，从无到有，从来不敢想象有今天有这种缘分，跟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同奋斗打拼，从来不敢想没有想到，没有料到，
现在都38年，摇摇晃晃，38年。但是我们所结的法缘无量数，我们感恩王禅老祖，感恩玉皇大帝，感恩台湾祖师，感恩观世音菩萨、瑶池金母，啊，诸佛菩萨、开山九大菩萨，啊，全心全力的护持，而成就了为世界新宗教、维新正教在台湾的禅机山现佛寺，啊，分寺42个分寺道场，我也本着原来的本愿，天下太平，啊，带领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一起来打拼，台湾是我们的，地球是我们大家共同所拥有的、居住的宝地，只有地球的平安。我们在地球的居住、修行，才有成就、成佛、成道的可能。现在，今天庚子年2月19日，啊，中国和台湾两地的疫情归于平静了，还有119个国家的疫情一直在发生，所以这个事情我一直想得很烦恼，只有祈祷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上帝，啊，继续加持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从现在开始，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反正天下是一家亲，地球只有一个，啊，太阳系九大行星只有地球能住，所以我们务必要大家发愿，继续诵经来保护、守护这个地球，啊，让大家能够平安，啊，在这里修行，在地球上修行，大家回到天国，回到极乐世界，回到玉米仙天界，啊，蓝天净土，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基本认知啊。所以王禅老祖圣诞还没到，快到了，啊，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啊，对于鬼谷先师天德经，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的来恭送、来祈祷，台湾平安了，世界才能和平。现在台湾已经平安，中国华人地区也趋于平安了，而接下来我们的天命要扩大到地球人类，不分你我，都是天下一家亲。所以今天我们只是一个阶段的圆满，啊，到农历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护国习斋大法会，
啊，才会完全的圆满。啊，众生，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度的，啊，人们，啊，医疗人员，才有这个智慧，啊，给他们，啊，来解决自己，防患未然。啊，然后呢，天下就太平，这是王禅老祖的本愿。天下太平啊，也是各位的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今天是庚子年2月19日，下午已经是3:38生死了，还是让维新圣教承担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天恩永喜，是祈福祈安大法会，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的大法会，并尊天法旨，由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共同生回供养。恭送王禅老祖所开示的《鬼谷先师天德经》《天公经》的经宝480万部的功德买回向，在短短的36天，要480万部的功德。是一件天大的天上人间的大事，但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所有贤士都本着自己的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尤其这个天恩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灾劫，所以我们大家很认真的诵经，到现在结果公众了412万多部，还缺少70万多部。我们要以这个412万部的功德，第一阶段，我们搞交际。祈愿玉皇大帝慈悲下罪众生的代办，赐福给大家平安，凡是在地球上的人民都是天下一家亲，而只是台湾的维新弟子和会大众们，福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与须弥山相辉映，所以啊，我们
维新神士活为大众，我们还要继续的圆满到480万部，尤其在3月3日，农历3月3日，玄天上帝圣诞前，皇帝宣仁皇帝徽生日，3月3，天赐福，所以我们请各位婚事道堂住持法师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不要怠慢，好，不要偷鸡摸狗，福报是由自己来修。所以今天下午现在孙子了，还有幻变学院的严嵩禅师院长带领所有的诵经法师，啊，第一阶段的先教子，将此功德先回向给瘟神，解冤释结，才能消灾化解。那么这一些灯继续日火日夜通明，啊，到480万部圆满了，这个灯才能熄灭。否则的话，我们请维新贤士注重大众继续供养，啊，这是我们的殊荣，也是我们的天命，啊，祝福各位，祝福所有地球人类以瘟神能够解冤释结，天瘟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大家平安，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